大家好，我是 YY 主播木叔，我来自于江啊。那么我的直播间 ID 号码是6600啊，没有错，6600。那么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最近 YY 上特别火的啊歌曲，叫做《默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三二一，太高。一首《默》。捕捉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你怎样流独自游到底？你小时候牵手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成出现孤寂，不还手啊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，是你。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，挣不脱啊，逃不过，眉头解不开的锁，命中解不开的锁，是你。记住我的直播间 ID 是6600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，同时喜欢我们瑜伽，喜欢我们文家，喜欢我们所有的猪猪。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失去你。
失去你。再次感谢大家，这首歌叫做《默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！我的直播间 ID 是22，不对，那是以前的 ID， 现在 ID 是6600啊。那么我师傅的 ID 是2924，没错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